每天为您更新奇闻趣事、科学发现，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节目。作为太阳系最大的气态行星，木星的存在对地球有着重要意义。木星的大气层主要是氢和氦的湍流混合物，大气环境很恶劣，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风暴。今天我们提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，假如木星失去了它的大气层会怎样？比如木星距离太阳太近，大气层被剥离，由于强大的引力，木星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地球化解了小行星撞击的危机。木星大气按质量来划分，由 75% 的氢和 24% 的氦以及 1% 左右的其他气体组成。木星有一个实质内核，主要由铁和硅组成。和地球不一样，木星的大气和内核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过渡。目前科学家有一种假说，认为木星在过去和一颗比地球大十倍的行星胚胎相撞，形成了地核。 NASA 之前发现一颗和木星很相似的系外行星 ITT9779b， 这颗系外行星和恒星的距离十分接近，它的大气层正在加速蒸发。理论上如此近的环绕轨道只能留下一些类地行星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一个外力推动着木星慢慢靠近太阳，木星的轨道每缩小一圈，它的质量就会损失一部分，最终木星的大部分大气层会被剥离，其环绕太阳的速度会比地球快88倍。除此之外，强烈的太阳风会使得木星的尾巴类似彗星，我们的夜空会多了一个美丽的点缀物。随着木星距离太阳越来越近，它的大气层会完全被剥离，形成一颗大小约为11个地球的岩石行星。人类的航空航天技术突飞猛进，科学家发现的地外行星也越来越多，研究这些行星对人类了解宇宙至关重要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。